接下来以最快的速度搓球，一定要用不塌陷的粘土。我从晨光正强专卖店买的超轻粘土就很好用，简简单单把每个球球都改造一下。我不止捏了猪猪，还捏了呱呱青蛙，表情可以不一样。捏了可可爱爱的小黄鸡，还有四只圆滚滚的蓝色小熊，最后来只白色小兔子。稍微干一点就可以堆堆堆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快叫上你的闺蜜一起堆萌木塔吧！不要成为某人的某某，而去自己的真实感受，所有的借口全部拿去嘿喂狗。今天用粘土来捏个胡萝卜猪，首先把脸捏出来，最起码亮到半单。准备胡萝卜色的粘土，如果你没有就用红色加黄色调出来。玩放工具，慢慢压出一个头头，把那个猪脸塞进去，给他弄个胡萝卜色鼻子和大眼睛。身上和猪蹄子也被胡萝卜衣服包裹住，就是说你穿成这样不热吗？好吧，我还是给你把衣服做好吧。头上加上胡萝卜叶子，腮红给你来个橘色调。别说，虽然捏起来简单，但是还挺可爱的，你觉得呢？这是闺蜜送给我的咕卡，就是说闺蜜送的咱也不能不喜欢。于是我从卡尔优品买了一些咕卡，各种款式很齐全，挑一个闺蜜喜欢的颜色。贴纸不够，粘土来凑。拿出我从晨光官方旗舰店买的 4D 超轻粘土，先简简单单捏个我喜欢的琳娜贝儿，捏好刷个亮光油，放一边晾干。捏几朵这样的花花，仅有一张贴纸的我也没得选，学着手账博主那样随便贴贴，把我用粘土捏的简单小装饰和成品小装饰放上去，刷上亮油，混搭风的粘土咕卡就做好了，不知道闺蜜会不会喜欢。还有想看咕谁的粘土小咕卡，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哦。最近又从 PDD 一星文化回购了好用的儿童抗菌粘土，拿出必备的工具 U 型压泥板，先压扁再调整成便当盒的形状，这样就拥有了少女心的便当盒了。接着让我们把里面装满吧，绿色薄片把花边搓出来，有那种菜叶子的感觉就可以了。放进去打底，洗头梳搓搓，搓出小熊饭团就放在中间吧。鸡蛋卷来两个，然后用渐变的颜色把牛排捏出来，像这样一层一层的包起来，剪开放进盒子，再加上水果蔬菜蛋糕，你的明天的午餐已到账了。你最想收到谁送的便当呢？评论区艾特他吧。一起来拼摩天轮吧。粘土千万不要扔，来跟我一起捏一只超大的粘土娃娃吧，把废土团载起来，用不糖用粘土粘起来，用晨光正强专卖店买的儿童超轻粘土包裹起来，从懒洋洋益智玩具买的基本针可以派上用场了，全部戳成毛茸茸的，中间压出一个坑，把脸塞进去。现在能看出来我捏的谁吗？他也是三里欧的一员哦，虽然没有狗哥和兔洛女人气高，但是他也是真的真的很可爱，他是一只粉色的小羊，是美洛莉的闺蜜哦，他就是碧艾诺拉。三里欧人气居然只排到二十名，怎么也得是前十名吧？你们觉得他可爱吗？一转眼到初五啦，大家的假期都还有多少天呢？初五招财神，今天就用废粘土填充一个可爱的金元宝小兔子，团好的废粘土用白色粘土包起来，洗头梳搓成毛茸茸的感觉，搓一个小球做尾巴，耳朵搓长条对半剪开，压出耳窝窝，耳朵就这么简单，背影已经很可爱了。现在用粘土粘出小表情，围一条粉红色的围巾，捏一个金元宝召唤财神，搓两只小手把金元宝抱在怀里，超简单，一起来捏吧。有手就会的兔粘粘土戳戳乐，不信你学不会。小木框里随手画一个能看到轮廓的小兔子，拿一些牙签用小皮筋绑住，绑紧一点，接下来就可以拿出粘土开始戳，慢慢把粘土戳在对应的区域，戳戳戳戳戳，一直戳不要停。最近双十二 PDD 怕是疯了，限时抢1212超级券包，还可以叠加百亿补贴优惠，12月14日截止，赶紧去囤点子。警示的毛毛还是戳成立体的，锦鲤的纹路也戳出来，兔兔的小眼睛和腮红，这就完事儿了。简简单单的兔粘粘土戳戳乐，你学会了吗？快来交作业了。
快充，想在自由社区里加一些颜色看看什么效果，涂了一些色粉，用最快的速度揉均匀，只要泡在热水里就能反复塑形。尝试色粉融合以后不会在水里掉色，大家也可以试试其他的染色方法。加入色粉以后感觉透明度低了，有点像粉水晶的感觉。现在你能猜到我捏了个什么吗？感觉头有点小了，是不是越看越眼熟？没错，就是超清粘土入坑地面的小章鱼，最后给它戴个蝴蝶结，这个效果我还挺喜欢的，你们觉得呢？让我看看谁还没有蛋仔，如果还没有，那就一起来捏个超简单的仔仔熊摆件。先搓两个球，用你的咕卡把粘土压得薄薄的，贴在圆球上，肚子就不会鼓出来了。粘上五官，眼睛涂点亮油，高光就自然了。色粉刷出腮红，捏成坐着的样子，抱着他的礼物盒子，再把染色的粉色仔仔熊也捏出来，省略了一些细节，这样捏起来比较容易。如果喜欢大家捏的时候可以加上细节，把两只仔仔熊放在草地上，还挺有 CP 感的。仔仔熊摆件就捏好了，欢迎交作业。听说今年抖音人均手艺人，来看看2022我的粘土作品盘点吧。为了博得好看那儿装出来的温柔，为了避免分歧而犹豫三缄其口，为了要成为某人的某某而去自己的真实感受，类似所有的借口全部拿去黑胃口，为了不被讨厌而迎合所有要求，为了衬托爱情之上而重色轻友，为了成为某人的某某而去自己的真实感受，类似所有的借口。2023年继续来抖音种草美好生活吧，捏一只胖胖的北极熊陪你过圣诞节吧。너를만나면눈물채울래바보같은나내맘을못해마예저 Merry Merry Christmas 안녕잘지내는가。你好啦，是不是超级简单啊？今年的圣诞节不能和闺蜜一起炫饭了，不过还是收到闺蜜送的像素 K 歌音响，真的有配套小话筒，音质真的超好，不仅能唱歌做音响，还能玩小时候玩的像素游戏，一玩就停不下来的那种，小小的身体装了好多功能，作为礼物真的很 nice。今年的圣诞节你收到什么礼物了呢？被粘土不要扔，我又存了好多，一起来捏温泉猪猪吧。废土掰成这样的小块，用不同深浅的灰色土包裹上，就变成了石头块，就这样多做一些，非常节省粘土。蓝色粘土打个底，把捏好的石头块粘在周围，不要留缝隙，外面再来一圈，这样还不容易变形。调一个猪猪的颜色，随便捏一只可爱的小猪，眼睛鼻子都捏小小的，猪耳朵藏在毛巾里，再把身体和猪蹄子捏出来，肥嘟嘟的好想吃一口，烤乳猪什么的就很不错，水用 UV 胶就可以了，放上捏好的沐浴露小鸭鸭猪猪海洋球蛋糕卷，完成了。你学会了吗？欢迎交作业呀。垃圾桶发现好多零食盒子，赶紧捡起来改造成彩色小蛋糕。先来一层粉色粘土，第二层白色粘土，尽量不要有缝隙，再来一层粉色，再来一层白色，表面刷刷，同样的方法再来点别的颜色，我不信哪个手残党学不会。一小会儿就做了这么多，分土器取等量的粘土搓成六个粘土球，捏成超简单的三丽欧小脑袋。趁这两天 PDD 双十一，我领了超级券包，还能叠加百亿补贴，囤了好多东西，包括粘土，到手才一折，活动链接放左下角啦。快冲怕恰狗脸上加三个黑点，就这么可爱。库洛米最近也超级爱，把它们放在小蛋糕上就完成了，你肯定学会了，一起来捏吧。你什么都用，